次这样的夜晚，这样的车子从今时开始。先生、女士，各位先生、女士 ，Ladies and gentlemen， 旁边槟榔脆脆脆，六安六安，扭捏捏扭捏。您搭乘飞机即将坠机，请系好您的安全带，并祝您旅途愉快，谢谢。Ha ha ha!
再这样下去，我会疯掉的！谁过来救救我啊！
不可能！我的双手已经沾满了鲜血，我的灵魂出卖给了魔鬼，我的脚下都是香肠。Thank you.